习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郑重宣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，揭示了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，指明了两岸关系的前进方向。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，置中华民族利益和台湾民众福祉于不顾，煽动对立，叫嚣对抗，企图以所谓共识为幌子绑架台湾民意，频繁勾连外部势力，加紧谋独挑衅，其数典忘祖、背叛祖国、分裂国家的卑劣行径再次证明，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，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。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、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，解决台湾问题、实现国家完全统一，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。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。大势所趋，大义所在，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霆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强化使命担当，保持高度戒备，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。